意。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钢板式而不是铁带式重机。那客人他主要的用意是，他们会在这里加一个平台，然后平台上会放压铸的东西，它外面会有包这个壳膜，那它会在平台上把它敲碎后，这些壳膜就会掉到我们的输送机上。由于壳膜的大小不一，它可能会有细碎的碎碎，它有可能会卡在旁边。那我们就有设计这个清理口，那就是用这个快速的转开，快速的转开呢，然后这边会有清理口，用那个风枪的气从这里打进去，然后它的粉就会往地上飞，才不会导致这些细屑的粉全部都卡在主动轴，造成它之后损坏的部分。那这个钢板型而仅是铁带输送机，它主要可以增加客人他们处理废料及生产的效率。以上是今天的介绍，那有相关需求可以找我们哦。